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哎呦，虚了一下，虚了一下，咳嗽。啊，墩墩奶爸很开心啊！今天看到自己的小五爬指数了吗？我们墩墩奶爸很开心。啊，现在所有直播机位都只能看到这个。哦，刚才有双倍点赞是吧？啊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直接爆可能谈不妥啊。差不多，看今天会不会是公主抱啊，还是大贝贝的抱着啊？上手了，要抱啊，抱啊，再拍，再拍啊，再给小五拍身上。但是他还是要尽量和他谈，因为他不想养成这个小五的这种就是一直要抱的这个习惯，他也害怕我们的墩墩奶爸，所以说他还是尽量要谈一下，尽量说服他啊。趴下来啊，墩墩奶爸是露出了这个叫什么笑容，没有办法，无可奈何的笑容啊，只能抱了，只能抱了啊。小五谈不妥，直接趴下了啊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帮小五再给我们打招呼啊，拜拜拜拜啊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小五给我们做拜拜的手势啊，好胖个小子啊，大胖小子，对吧？再三张。扛麻袋，扛麻袋。